哎呀，苏阿姨，你在当摆件呢是吧？啊，我知道了，你想给伊们送个小模特呢，今天是不是？啊。妈的，今天晚上真棒！哎呀，啊，你要办个直播呀，是吗？吃鸡肝啊？啊，行，能行。为什么要给狗狗吃适量的鸡肝？因为鸡肝中含有丰富的铁元素，可以补血。鸡肝中含有维生素 A 和丰富的蛋白质，对狗狗眼睛好，并且会增强狗狗自身的抵抗力。这款鸡肝每一袋都是真空独立小包装，慢火蒸煮，原汁原味，狗狗非常爱吃。挑食的狗宝还可以拌狗粮吃，建议一周吃1到2次鸡肝哦。